那天蝎跟上升天蝎呢，是因为木星走到他的第五宫，所以今年呢他生孩子运势特别好，所以你呢会手头特别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新生儿啦，或者是夫妻感情很甜蜜啊，然后人际关系也非常旺，所以单身的人际关系来讲的话，你的娱乐支出也会开销增多，所以天蝎座在2011年手头紧的原因是心情有点不稳定，然后娱乐方面还有孩子方面家人方面爸爸妈妈方面，所以呢这个部分支出也要特别节制一下哦。那来看天平跟上升天平呢，因为土星压到天平，所以天平座今天压力很大，今天天平座就好像小妈一样，每天都在工作，但是呢又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天平座今年最多的花费就是第一个是健康食品，还有看医生，或是健保，或者是呢保健，或者是去运动或去健身房来改变自己，或者是呢创业或受不了老板自己去兼差，所以今年的开销都是在创业跟健康的方面了，也会觉得手头特别紧喽。压力很大。来，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涨，很多东西都要涨呢。各位妈妈请注意，来，慧珠妈妈，我们除了健保费要涨，还有哪些民生必需品也准备要涨？其实最近你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那个糖价其实已经创民国70年来的新高了。我已经决定不吃糖了，但是你要吃面包啊，你要吃蛋糕，那里面都有用到糖。我只吃好吃的巧克力之类的。OK， 所以就是说像包括糖啊、像油啊、卫生纸这些都有酝酿要涨价，主要是因为最近我们前一阵子有很冷嘛，这个天气的异常，那再加上其实现在全球资金很多，那个油价也冲上80块美金一桶，所以就造成说这个油价涨跟这个天候的异常会造成这个就是说替代能源的起来，像我们知道像玉米啊、黄豆这些都会涨，那玉米、黄豆它涨的话，那它就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饲料油、沙拉油这些有可能会涨价，所以就说那再加上国际纸张涨，所以现在那个大卖场他们已经接到通知说，大概卫生纸可能年后要涨15%，对，所以就卫生纸连我们喝的牛奶，你知道吗？本来冬天的话那牛奶都会促销，可是因为最近这个牛奶量的增加，可能大家注意养生，所以咖啡店用很多的鲜奶，以前都用那个奶球，现在有很多鲜奶，所以其实造成说，其实现在鲜乳的需求量也很大，所以最近鲜乳大概也要涨了12%到15%，所以说是你会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痛苦？所以青春你不要停呢。对，我就想说你自己还可以。对，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在聊嘛，就是说其实这10年来虽然就是我们的 GDP 大概成长了17%，可是我们真正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薪资所得，如果扣到这个通货膨胀，其实事实上还是负的，所以你这10年来你觉得你薪水都没有增加，所以只要有一点点的涨价，哪怕是健保费80块，你都会觉得很痛。那所以我觉得是主要在我们的薪资结构都没有成长。是。来，所以很多这个家庭主妇、各位观众朋友，那个压力都很大。真的耶。算一算，所以还是开源节流好了。对不对？那些钱呢，人家肯定要涨的，那我们省吃俭用也没办法。然后，那么趁这一波这个掌声啊，挑选投资标的，我们该买什么？我们可以赚一点回来，对不对？这个问一下启智哥。其实应该说吃的东西其实涨很多，不是只有这些油，而且像包括松子啊，现在吃的松子蛋糕，松子涨了140%，还有什么中药材？为什么东西涨很多呢？大家都觉得中国市场很好，进很多钢啊、很多铁啊、很多那油矿啊之类，但是他们也要吃啊。所以他们10几亿人口都要吃好一点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涨上来了。那我们有必要非要吃松子吗？对，我跟你说，很多东西都有人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一年来很多食品类的股票涨很多。好，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做油脂很有名，南桥化工，很多一点水楼啊，吃这些东西它在前年的时候股价在5块钱还不到，现在涨到25块，股价涨5倍，我有机会回答，用这5块钱。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景气就这些东西本来是它原料都慢慢涨价，然后也是反映给大家啦。那我是觉得这种股票是不是会涨？我觉得它真的是涨蛮多的。如果你要投资的话，可能等它回档一点点再来买的话，其实也蛮安全。这食品类股以前是台湾股票很少动的股票，但这几年来因为大家越来越会吃的东西原料又涨价，所以每家公司的获利都变得很好。那这种股票如果说因为这一波已经涨蛮多，如果跌下来的话，我倒觉得是可以选择的标的。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吃还是要吃，但是我们股票也要买，让股票让它水涨船高，而且我们吃还鼓励别人也多吃。对，你吃我这张股票的。对对对对对。阿雷懂金后啊，这就是说
有时候人哦观点不一样哦，你会觉得这边唉声叹气的哈，像避冬 key 给，但是我从另外一面看到了，哎，这是投资的标的。没有错啊，你像房地产，大家爱被救护对不对？是啊。但是买华固人赚五倍啊，买股票赚五倍，对，因为他卖房子嘛，赚很多钱。是是是。那你觉得吃东西很贵，可是去买这些东西，因为他的东西在调涨，所以利润大幅增加。像前一阵子不是说各地都是很冷嘛，就是北极震荡。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你脑筋动得快的，你马上想要说，其实天后异常，那个会造成谷物的上涨，谷物上涨，那个食品价格就会涨，然后所以很多人就会去买这个食品股。嗯。所以那个他们就会那个时候他的股价就涨了，可是那个只是在那个短期间。短时间了。对。所以有时候你有生活上有一些皮毛而已哦，所以我们的心思哦，除了放在我们省一块、省两块之外，其实我们要多放一点，如何让它去生财赚钱。不一样呢，有没有？有个东西涨涨都叫味精。味精也涨，味精涨涨了七成，所以有一档股票叫味王啊，这股票很冷门的股票叫味王，很老的公司，股票以前都表现很差，最近也涨很多，因为味精大涨价啊，台湾只有他在做味精。也是哎，是啊，都浅汤加味精打的，啊都浅汤啊，那都啊，其实生活上其实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去发现一些理财的管道。我刚才还跟启智讲说，我有个朋友，他那时候去买了一个建设公司的房子，他要去抢那个房子，就没抢到，他就想说好吧，没抢到，他就去买他们家的股票，结果。后来那个房子还没开始涨，他的股票已经赚了差不多四成了。对，哎呦，所以看房子也是可以赚钱。对，是是是。好，接下来这一题后大概送几嘞？嘿，我们来做一个塔罗的测验哦，安德老师就来帮我们测一下，在2010年我能够被钱草给淹没吗？对，马上2010年后，就要两个礼拜后就要到来了哈。我们来预想一下，如果说这个新的一年来哈，你要为家里养一条这个宠物的话哈，那这个宠物呢是老虎、狮子跟豹，你要养哪一个凶猛的野兽？我们来看一下2010年你会为什么钱草来淹没？那第一个宠物呢，第一张牌呢是一个黄色的这个老虎，第二张牌呢是一个白色的老虎，第三张牌呢是一个黄色的花豹，第四张牌呢是一个白色的花豹。第五张牌呢是一只这个黄色的狮子。那凭直觉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2010年你会为什么钱草所淹没。好，启智哥，我选二号。好，二号哦，背后哦，好的，慧珠姐，我选三号。好，华哥，爸爸，我要五号。好，我要三号。好，周老师，我要一号。好，林哥，那目前四号没人选。那你选四号。好，那我选一号。好，相信观众朋友都选好了哈。我们来看一下2010年那什么是你的钱场，马上要来是什么钱场？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选到的是二号的白老虎哈，是我们的启智哥跟观众朋友。如果选到这个白色老虎的话，2010年呢，可不可以被这个钱场淹没？那个指数越高，代表是说分数是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有钱指数是多高啊？是谁扣啊？钱场都不见了。对，是属于保守投资啦哈，因为这个白老虎呢，很准，很准。它是属于暗示是一个这个宝剑的这个骑士哈，它代表是说，其实代表是说，虽然是说大家看好2010年的经济景气有所复苏，但是在复苏当中还是有风险，所以选到这张牌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一些的投资的陷阱，或者是说一些投资的一些这个困难哈，所以保守投资对你来讲还是比较好的。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选到的黄色的豹，如果说选到三号牌，现场有慧珠跟我们的维安老师以及跟观众朋友。选到黄色的豹后，你在2010年会被什么钱草所淹没？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有钱指数有多高。是60分，是一个及格分数，还不错，是股市的钱草。不错，因为黄色的豹呢，代表是这个金钱豹，金钱豹，对，所以选到金钱豹呢，2010年呢，想要赚一些投资钱，想要赚一些的股票钱，想要赚一些这种股市获利的机会，其实代表是大有可为，还是有机会的，对，所以选到这一张。还代表说你在2010年选股的投资眼光都是非常好的。是。好，我们再看，如果说选到的四号牌白色的花豹，现场有我们的这个金春姐跟观众朋友，选到白色花豹，2010年投资股市的状况或是前场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有钱指数40分，看看是什么。这都是你选的哦，不错，就是人潮不断，人潮不断呐，你有大概都人潮就是前潮，赶快来买我的东西。没错，像金春姐呢，你有股票吗？投资这个珠宝或投资这个，我已经先上柜了。没错，代表是说2010年呢，你的人潮就是为你带。
带来前潮，但是人潮的部分它是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就小浪以后还后面还有大浪，所以代表是说你做好这个人员的部分。专丢硬是不是？所以你变电台了。这一张牌的话，人员就会为你带来一个丰富的前朝，是很好的。好，来，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看一号牌黄色的老虎，现场有赌林哥，还有我们的周老师跟观众朋友。如果在2010年去养一只黄老虎的话，为你带来多少前朝？我们来看一下哈，老虎是80分，是加薪有望。所以呢，赌林哥所代言的商品啊，或者是说个人的这个价码哈，一定是水转长高。哦，有啦，又续约了，真的很厉害。哇，所以呢，如果观众下一个纵贯线，蒙神好运吗？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选到了这一张牌的话，2010年呢，就直接去跟你老板谈加薪，搞不好呢，老板会给你这个更多的红利，更多的薪水是非常好的。是。对。